大家晚上好，各位家长你们好，欢迎来到由天津侨联、天津国际汉语学院联合举办的《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》2023年网上营。我要代表天津国际汉语学院和 Preplingo 中文课，向大家表示最真诚的欢迎和衷心的祝贺。我们希望海外华裔大朋友和小朋友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，感受亲情的力量。我期待可以通过此次的绘本阅读，学习到更多的来自祖国的文化知识，感受到更多的华夏儿女所共同热爱和传承着的思想和情感。各位老师，在线的学员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天津市侨联副主席杨坤，非常高兴在《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》网上营与大家见面。这次《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》网上营活动，为你们搭建了学习、体验中华文化、增进根亲情感的平台，希望大家珍惜身处五洲四海却能相聚在网上营的机缘，用好10天时间，快乐学习，积极互动，阶下有情。陕西省在我国的内陆地区，西安呢是陕西省的省会，谁能给我描述一下？蓝头发，咱穿着一个紫色连衣裙，灌汤包、凉皮、肉夹馍、羊肉串、晋糕，你们吃过哪个呀？我吃肉夹馍、凉皮、羊肉串、我也吃，我也吃。掰馍有掰、撕、掐、揉、搓等12种手法。我看见了秦博士的眼睛是一个心。哎，观察的好仔细啊 ，Robert！ 哎，大家可以一起说吗？这就是军事文明的兵马，秦始兵马俑。猜一猜，什么叫千军万马呀？军是什么呀？军人，军队。哎，很多军人。教大家来写一个字啊，兵。同学们都好踊跃啊！哇，大家都写的好棒。高超，我打游戏就是很高超。我也是，打游戏很好，高超。那就是苏州平潭，我们要去江苏来逛一逛。江苏呢，地处富饶的长江三角洲，重在参与。大家一起开口说。重在参与。四大名园是哪四大名园啊？拙政园、颐和园、玉树山庄、还有苏州的留园，这些苏州园林的主人真会享受生活，把家造的就像国画一样。春秋时代是多少年前？一千年前。猜的有点保守了。两千。哦，三三说对了啊，2000多年前。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词就是一举两得。还有什么不可以用金钱衡量的？时间、健康、太阳。哎，很好啊，你们都好厉害啊。昆曲最有名的代表作就是牡丹亭。云锦用金线、真的金线、银线、铜线及长丝、绢丝织造。我手上的这个壶跟这四个壶里哪一个是一样的呢？最后一个壶叫做西施壶，对，我这个叫做西施壶啊。今天呢，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。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作业，要我们描述这些兵马俑。一号兵马俑身穿着铠甲，一只脚是跪着的，好像要拿出武器。二号兵马俑没有穿铠甲，他穿的是战袍，目光坚定的样子非常自信。三号兵马俑他是戴着帽子的，双手在身体前面握着，好像在观察远方的战况。四号兵马俑应该是秦兵马俑中的车右俑。秦朝战车上除御手和驾车者之外，一般有2名军士，